各位领导，咱们看一下 ethical 的 begin the contest 第313场的第二题。Who is Sekio？行，这里有 N 个人，对吧？那有 M 队这个配对，他们的比赛 A 前面的这个人会赢后面这个人。那你看 A 跟 B，它只表示编号，这个编号是住在 E 跟 N 之间。看这里有三个人，对吧？它有两组比赛的关系。那这里一赢过二，二赢过三，对吧？那一肯定是最牛的，所以答案就是一。这里也是三个人两组关系，一赢过三，二赢过三。行，那一跟二到底谁强谁弱，看不出来，对吧？行，那这里咱们看最后一个案例，最后一个案例数据多了一点，它有六组的那个关系。行，那咱们看这里，这边你看一赢过六，对吧？六赢过五，行，那六赢过二，哎，这里是这样，二赢过三，对吧？是这样，对吧？四赢过三，四赢过二，行，那这里你看，一肯定比六五二三要强，对吧？但是一跟四谁强谁弱呢？谁弱呢？不知道，那个这两个没法判断，所以答案是负一。行，那这里咱们看这里，这里其实咱们可以看一下规律，它这个你看。这个其实就除了一跟四思维，每个人都有箭头指着他，对吧？每个人前面都有比他更强的人，那一跟四没有，所以出现了两个，就是那个没有比他们更牛的，所以一跟四没法比较。那咱们可以用数组来表示 count，比如 count 五等于一，说明有一个人比他强，对吧？那 count 六是等于多少呢？也是等于一，有一个人比他强。count 二是等于二，六跟四比他强，所以有两个人比他强，对吧？count 三也是等于二，一个是二，一个是三，不，一个二是二，一个是四，对吧？行，这样的话，那如果假如说那个只有一个人的靠的是零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人就是最强的。那如果是超过一个人，他的赢他的人数是零的话，那就是没有答案，对吧？比如这里靠的一等于零，靠的四也等于零，对吧？那答案就是负一。那上面这个例子，靠的一等于零，靠的二也是等于零，所以答案就是负一。那最上面这个只有三个数里面只有 count 一等于零，所以这个 count 一就是答案，对吧？行，这样的话，咱们可以根据刚才这个思路编写一下程序啊。这边，那咱们这个是313的 B 题，第二题。Next，哎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哦，它这个可能是那个刚才那个没有选好，行，没关系，那咱们要重新关闭窗口。这个它出错了。您这边呢，一会儿咱们重新建一个，再试一下。我这个新安装的。Code blocks，行，然后这边你看，project，咱们这个是，下次不要让它出现。这边 at 这个就是 at 对吧？313-B，行，那这个地址填哪里呢？随便选一个，最好不要带汉字或者带空格。行，桌面有个 CDP 是吧？你看，这样就不会报错了。刚才是忘了选它的保存路径。行，那这道题是第几题？第二题，对吧？行，那这边看这边是 int n 是不超过50，max n 是咱们就写成55，然后 int count 对吧？max n，行。这边的话，你看 int nm 对吧？nm 输入 nm，然后现在有 m 对吧？i 等于一，i 小于等于 m，i 加加。这样的话，输入 a 跟 b 对吧？那这边 int ab，行，那因为那个
比比牛的靠的边是比比牛的人，对吧？比靠的那边是比爱牛的人，这边加加，如果他被人赢一次，就是等于一，靠的就等于被人赢两次，就等于二，对吧？行，那现在那个人是从一号到 n 号人，对吧？首先咱们看这边，int winner 是等于，如果是等于零，对吧？行，那接下来。看 if win 等于零，并且 if win 等于零，如果等于零的话，那 if count i 如果是等于零是吧？表示这个人 winner 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i 对吧？行。那第一次，这是比如是第一次出现，它如果是出现一次的话，winner 就是 i。那如果是 winner 不等于零，对吧？这个时候 you count i，如果 you 等于零，说明至少有两个人，这是看到第二个人，对吧？第二个人是那个，就是没有比他强的，那答案肯定是负一。然后这边是6000，整个就结束了。那如果没有6000，说明 winner 首先是有只有那一个，对吧？行，那接下来，咱们根据这个来测试一下啊。看这边，你看这里，copy，答案之一，这个没问题。那如果这个的话，答案按理来说应该会说是负一，也没问题。最后一组呢？最后一组这边负一没问题。那都没问题的话，咱们就可以尝试提交上去。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通过 language 这边，咱们就选择 C 加加就好了。行，这边提交上去。那正在等待评测。这可能测得有点慢，这样的话。我来刷新一下，试一试，哎，通过了，对吧？行，这个没问题。那这个，你看，只要把如果一个人没有那个比他强的人，那他就是赢家，对吧？如果有不止一个人，就是没有比他强的，那答案就是负一，对吧？行，那这道题咱们就讨论到这里。